比比瓜呀，恰啊恰恰恰！一个女人生咗仔，有啲乜嘢紧要过老公同自己嘅仔啫？点解要系我个仔啊？咩话？产后抑郁？医生话因为荷尔蒙影响。俾翻个仔我。严重啲，仲有幻觉添啊！陈楼个何太咧，佢咪成日推住个 B B 车嘅，原来个 B B 车入边冇 B B 噶，到时仔已经死咗啦！俾翻个仔我啊！你个老婆真系矜贵啦，仲要俾埋钱去睇医生，咁贵冇用，冇资格做你老婆啊！住妈咪啊，所以翻嚟探妈咪咧，妈咪好快就可以过嚟陪你噶啦。